踏进这家位于文林路上的青石餐厅，迎面而来的是温馨的旧式装潢与怀旧的布置。原来这家是拥有近150年历史的糕饼老店，为了吸引年轻客层，耗费1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这间 House of Cool， 希望为百年老字号注入品牌新价值。我们第一代的老板他其实从大陆来就来到了士林落脚，那所以我们就才开始在这个士林这边开始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做人生很多每一个人生阶段一些糕饼，比如生日啊，比如说祝寿或者是一些年节的产品。那现在我们过云爷开迈入另外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开了一个叫 HOK 过云爷的家这样子的一个轻食概念店。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透过一些传统的产品搭配一些比较新式的材料元素，比如说巧克力，能够吸引年轻人来这个地方尝尝看我们最原始的台湾糕饼是什么样的滋味。从1867年开设至今的百年饼店，出产的诸多经典糕饼令人不胜枚举。如今青石餐厅提供的日式甜点还有法式马卡龙等产品当中，也把传统的泥枣、红豆、地瓜等传统馅料放入其中，或是为传统的芝麻糕以及绿豆糕穿上巧克力外衣，希望以汉饼西吃的概念企图吸引年轻族群。糕仔的部分基本上我们 这次我们出了8款糕仔，糕仔里面包了4种不同的内馅，第一个是芝麻，一个是花生，一个是麻油绿豆糕，一个是绿豆糕，这几款其实都是很台湾很传统的口味，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是我阿嬷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在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它裹上了这个年轻人很喜欢的巧克力的外衣，然后引导那个年轻人说，哎，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好可爱哦，那可以试试看，吃出来之后发现，哦，原来里面是传统的糕仔，而且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透过巧克力搭配我们糕仔的那个糕仔的那个粉末，其实吃起来它是非常滑顺入口的。其实马卡龙我们有目前有5种马卡龙，那马卡龙其实大家都知道颜色很彩色，那彩色的话通常装在可能需要加一些非天然的一个着色颜色，但是我们这5种马卡龙颜色都是用天然食材去搭配，比如说红色可能是地瓜红甜菜根的颜色去搭配，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原味，那个马卡龙的外皮是原味，但是里面夹的是那个枣泥馅，那我们枣泥其实是非常吃起来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感觉上好像中式的月饼夹在马卡龙里面的感觉。另外店里还有另一款的人气餐点白色婚礼，可说不但交融出中西合并的好滋味，同时也带给顾客全新感受。其实白色婚礼当初发想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结婚的一个流程或是所需要配备都把它融合到这个餐点里面，它里面加上有一款在最底层是一块我们的那个传统的中式大饼，在订婚的时候会用到，搭配一些草莓跟冰淇淋，它其实就是取那种结婚恋爱那种甜甜蜜蜜的感觉，外面围上一层白色的这个棉花糖，它就是我们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最梦幻的那个婚纱跟头纱的意思，所以它整个产品组合起来我们就称它为白色婚礼。这家开设在文林路喜饼一条街上的青石餐厅越来越受到年轻族群的注目，业者期望以崭新的食感重新塑造出糕点配茶的饮食文化，让消费者不论到此来杯茶点或是青石，在这里都可以度过恬静美好的时光。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Sorry， 吓到你，都怪 BB 宽频太优惠，每月888飙往120 MB， 享2年炫彩 HD 套餐，再拿1000元购物金，上网搜寻 BB。